面条淋上浓郁汤头，再铺满牛肉块。这是中租企业总裁辜仲立高档的牛肉面店，过去开在敦化南路巷弄内这栋红色住宅一楼，后来因为疫情收摊，直到最近才有新业者进驻装潢，但如今却传出沦落法拍市场。起码三年多了吧，两三年有了。之前说要说那个房子纠纷之后。之后，哎，不知道为什么又租出去了，就一直空着啊。啊，最近这一个月才在，应该是租出去了吧？之前是有贴封条查封啊，后来我就不知道。法拍店面总坪数约39坪，目前一拍底价9000多万元，换算每坪单价约230万。而因为店面宽大，加上格局方正，专家表示未来仍有保值空间。这一个店面啊，如果说我们要以在地行情来说的话，那它大概租金可能单坪可以来到2500到3000哦。那如果说我们以它的这个坪数来说的话，大概可以来到月租可能有10万的这个实力哦。成功出脱的几率其实并不是太小，因为它其实它的总价上面也没有来到1亿哦，其实它仍然会有一些空间在哦。只不过依照目前租金行情，对比一拍底价只有约1%的投报率，并不符合投资效益，因此可能潜在买家也会采取观望，估计要等到2-3拍过后才能够成功出脱。三新闻卫国旭李孟山台北报道。